农历二月初五，春分，懒猫向大家问好。今天的科技新闻有：今天下午，魅蓝发布了魅蓝 E3， 该机搭载骁龙636处理器，5.99英寸18:9全面屏，6+64G 和6+128G 两种内存组合，前置800万，后置1200万加2000万像素双摄像头，支持2.5倍无损变焦，电池3360毫安时，支持侧边指纹识别，20瓦快充。另外的推出G20定制版，典藏版更是有限量模型，本月26号首发。普通版1799元起售，G20定制版1999元起售。华为 P20 Pro 现身 Geekbench 跑分网站，显示该机搭载麒麟970处理器，6G 运存。此前有人爆料称，欧洲版6+128G 价格为899欧元，预计国内价格6000元左右，是否准确就等下周二的发布会了。外媒泄露了一份锐龙72700X 的评测报告，显示锐龙二代的提升是全方位的，甚至评测结尾用绝对不会让用户失望来评价。这次牙膏厂要挤多少出来应对呢？今天夏普悄然发布了 iCross S3 mini，该机搭载骁龙630处理器，5.5英寸异形全面屏，6+64G 内存组合，前置2000万，后置1600万像素摄像头，支持 AI 自拍美颜，电池3020毫安时，本月30号上市，售价1599元。相比之下 ，HTC 就没那么良心了，昨天发布了 Desire 12和 Desire 12+。Desire 12搭载联发科 MT6739 处理器。5.5英寸18:9 720p 屏幕，2+16G 内存组合，前置500万，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，电池2730毫安时。Desire 12+搭载骁龙450处理器，6英寸18:9 720p 屏幕，3+32G 内存组合，前置800万，后置1300万加200万像素双摄像头，电池2965毫安时。Desire 12售199欧元，约合人民币1550元。Desire 12+售249欧元，约合人民币2000元。终于明白什么叫不作死就不会死了。大家对 HTC 的未来怎么看？欢迎订阅或微信搜索 VZOO 来投票互动，留言上墙。昨天发起的关于无线充电是否支持快充重要吗的投票中，有60%的小伙伴表示重要。极简又拉风，每天1分钟。